这是在德城行买的鲍鱼，今天就做来吃吃看。这是处理好的鲍鱼，品质还不错，个头还挺大的，肉比较厚，可以做刺身吃。但我今天做的是蒜蓉蒸粉丝，为了入味，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切一下花刀，这样还容易熟，煮的时候就不容易老，就这样子。那就把那个。准备好泡好的那个粉丝，就铺在那个壳子里边，然后把鲍鱼放上去，然后加点那个准备之前准备好的那些酱，就这样摆在。放上粉丝，淋完酱，水开后，然后蒸5到6分钟就 OK 啦。今天我还加上一个龙虾。鲍鱼蒸粉丝，加一个龙虾，完美出锅。再加上一盆白雀虾，开动啦！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！